啊，哦，你这什么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啦？这个什么啦？啊？什么？还会亮晶晶？太恶了吧！这是什么啊？嗯，什么？布布的红包，感谢小七点，不，感谢小七留言。不舒服，可能你有没有看他手里面的东西？有啊，我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那很重要，那是关键。我最近要叫他自己赚他的饲料钱了。啊？好恶心啊！我去叫他出来。不行，我觉得这个不行。等一下，我要改一下。你绝对不是，你不要猜什么。我把人名加进去就差很多，不行不行不行。等一下，不行。怎么了？怎么又有人名了？奇怪。阿里，嗯，你刚才哈基在干嘛？阿里不当啊。是有小雨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到我，我一个人包揽全部，救我！对，这是小雨哦，不愧是小雨，宽宏大量啊！小雨，我可以把你名字打进去吗？打，都打！你说的哦，这个打进去会打，打进去会有点不舒服哦。你那不跟神水有什么关系？小雨跟神水有什么关系？哈哈，我觉得很贪哦。小黑是二林啊，我懂了。哦，二林你还好吗？你是省电了？你是不是你断电了？你是被省了？太悲伤了。你又叫省电过后？省电过后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这个雨伞是不是？哦，伞啊！来了来了！小雨，这什么东西？小雨，我盖到你了！怎么你这有毛病吧？没有，这那个超神水，对不对？我嘴巴好酸啊！这怎么盖呀？我看一下小雨的人设哈。这个好霸气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需要看到小雨的人设？为什么同样东西我要盖两次？阿基那边来的吗？你要说清楚是同样东西还是同样人物，不一样。只是水流出来的地方不一样。流哪里？不行不行，这个太过了，太过分的话了。还好刚刚没参加。给你加不油。真的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！感谢超级留言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小福你懂了、啊，这个素材库搬一搬就结束了。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，好想你。对。素材库啊。我看一下哦。素材库。感谢小杰订阅。该知道干嘛？啊啊，还是那样盖吧。嗯，哎、欸，素材库一样了，大姐。使用素材库，真的很无聊。对啊，素材库，不能。我们以后规定不能素材库。素材库是什么？就是拿得出来的东西，北极熊啊，兔子啊，放一放。拿得出来的东西放一放，然后对方就知道在干嘛。还蛮厉害的、啊。脸型紫色的哈。嗯。好。没错。已经放弃挣扎了，本人是的，就是我了。不要放弃希望。
其实你也不是这样希望，你是带来希望啊。对啊，你这样更强，超强，一拳就可以打爆人。拜托，我不止带来希望，还带来欢笑哎、欸！拜托，你带来梦想，真的。怎么办？我很想后前面两个字再加个小表，全部都我来的，谢谢，没关系，多谢多谢。我真的觉得你们好坏哟、哦，真的，小雨到底哪里惹你们了？对呀、啊，吃、欸、不胖之类的吧？干也没有啊，也没有、啊。我借鉴前面的。好啦好啦，那个其实后面的也不用盖，可以多盖的。你就不要画蛇添足。重点是那个连蛇都不像啊。多盖的。飞出来了！怎么猛？哎呀，挡住了！这一罐好像比较好喝，对不对？还要选哪一罐比较好喝？看得出来啊，这一罐，应该可以。我怎么冒出来？显示 bug 可以，要多久？啊，换一下，大家好快哦！一样，跟背后一样。然后画蛇添足喽。哎呀，没拿啦，就这样了啦。猜不中就他没会跟。哇，可以啦，我这个也很好猜啊，猜不动的话就是他没有那一根，然后他没有慧根，我清楚讲明白。来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差多少。你看，巧克力离我很近。这个真的会好喝吗？就不像，怎么会飞出来？这样子像了吧？没事，可以。他自己去感受那个意境。学校午餐哦，可以，很烫，太烫了吧，超烫哎、欸、哇！
啊，我抱我家兔子下去，因为发现他那边有一些蚂蚁。开台的时候都抱兔子出来，这样不会干扰。对啊，在旁边。兔子好乖哦。秋萍你怎么了？一直在睡觉。等一下晚上你就睡不着了。还在省电。省电模式。不要睡觉，不要睡觉。那只猫，你还不让它睡？不要，它这样睡饱，晚上就会它晚上就不睡了。嗯，它已经睡一下午了。可以啊。它晚上就会踩在你脸上。真的？可是我被我家的兔子踩醒过。好痛的感觉。直接跳在床上，然后跳到肚子上。啊，行，就这样吧。所以经过今天的洗礼，大家既省电又省水，真的各种省，真的政府一定很爱你们。我觉得等看完再说。政府一定很爱你们。小结果就是政府下令全国理工，不是你们，谁是我好吗？Only me 好吗？全国理光头，这是由谁带起的、啊？是谁啊？哎呀，太神奇了！没事，小雨慢慢来、啊。是没事，我盖好了。慢慢来，今天你想怎样就怎样。嗯，我已经盖好了，我已经不想理你们。那按下去啦。好了，哎，等下我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干一些奇怪的东西？啊？什么的？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又是同样的东西？我为什么要猜我自己、啊？哦，你们哦，有你们。然后嘞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一题有猜小雨两个字。这只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也都没看到小雨 啊！我就在小雨后面，他怎么可能盖小雨？对呀、啊。哦，还要打错我自己的名字，真难过。你可以不要啊，为什么要打？这不是最后一个了吗？什么啊？对啊，我知道这个是这个东西，可是然后什么意思？这么猛啊！这么猛，不可以，很麦快，很麦快。我不知道我聊天室到底是对我好还是不好，说至少有头发了。哦，我回来了。谁盖的？怎么盖错了？有啊，刚刚聊天室也说，哦，终于看到一个有头发的了。太悲伤了。谁盖出头发了？傻眼，不尊重、欸。傻眼。傻眼，不尊重题目啊，省电系列啊。太悲伤。现在是省水系列了。省水系列啊，也是一样啊。没头发比较省。剩下扳机。等一下哦。其实我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还是